有很多事情，我们的虚荣心哦，永远是满足不了。哎、欸，这句话，哎、欸，你跟他多提到。不是，没有啦，只是分享。世界上玩的地方玩不完哦。当然。对。他重点是，你去到哪里，你要用心、开开心心的去玩。对。你来到花莲，每次玩都这几个点，可是每次走马看花没有意义。你倒不如一个点慢慢待个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体验那里的风土文化的。其实我觉得你是用来看这个。感谢